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克叔。这一次没有要聊什么主题，我开新频道了，频道名称是贝克叔生活一刀未剪。这次开的新频道是放我的生活记录下来，每一部影片都是非常纯粹的记录我的生活，不会有剪辑，不会有特效，不会有字卡，就是一刀未剪的方式呈现我的生活。开这个频道的灵感起源是在我是老爸我不当爸的分享。我其实蛮想放一些我会去做的事情，或是我看到的东西，或是我很日常的东西。可是这个频道是分享两性知识会是主要的，所以一放就会太大量，我会觉得这频道风格会走位。所以那么生活类的，我想记录的，我全都会放在贝克叔生活一刀未剪频道。只是最近两个月都是用微单拍，所以可能记录下来的影片不会太多。我在等之后 GoPro 出八代之后会采购后记录生活会比较方便。当然在现在这个主频道，我是会放有剪辑过的 Vlog， 又或是分享除了两性以外的东西有剪辑过的，只是量不会太大。大概二十几号我准备要搬家了，我的副频道也会记录这一切。也许二十几号我会有一个礼拜无法更新影片，假如会影响到我用电脑的话，我就不太能更新影片。我那不是消失，只是在搬家，需要整理打包和搬家后整理装家具。八月底我会颇忙的。另外一个频道可以的话，我都会记录下来，之后放上来。这样的话也会提前看到很多是我拍 vlog 的毛片素材之类的。反正不管啦，我就是任性，我就是想开一个新频道，放一堆有的没的。那想看我的生活很真实、一刀未剪、赤裸裸的那一种，可以订阅我的新频道哟，贝克叔生活一刀未剪。感谢有你们支持，才有今天的我。我也会在这个领域继续努力的，耶！大家拜拜。